主料，鸡蛋三个，辅料，盐，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三个鸡蛋要蛋清和蛋黄分离，然后小心倒入热油锅中，两面翻面的时候也要小心一些，不要把三个蛋黄分开了，因为没有蛋清了，所以蛋清排列比较紧凑，漂亮的三星蛋出来了。烹饪技巧，最好是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要不然块头大出不来这样的效果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